好，再来看台北国际摄影器材大展，早上热闹登场，不少摄影迷一大早就冲进展场寻找新器材，主办单位也请来阿喜担任 model， 由专业老师亲自上课，教导大家如何拍出完美的棚内照片。另外在现场还展出了成福国小摄影社的作品，透过小小摄影师的镜头看见定格的世界，当然也希望号召更多摄影好手一起到偏乡小学教导小朋友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